但是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号只有这个皮肤了，差也得玩。不想玩原话。OK，先不互动了，这把打出优势再说话。没有感觉这武器像小戴。别 Q。这把不是他炸就是我炸。MD 这个可以用，不行。哎呀，他说感染啊！哇，连抢个两级太伤了。我应该多蓝剑的。小鹿要帮我解过线吗？把闪现打出来也可以，我要回家了。完了，补刀也炸了。走了走了，岩雀来了，三个，要交闪，交闪也死了，我炸穿了。我应该出多兰剑的，出长剑换血完全换不过这个人的多兰盾。对啊，完全换血换不了，真换不了。剑还是太弱了，主要是多兰盾加强了，多兰盾、多兰剑都加强了。不长剑的话有点装，我要交闪。这波直接就把闪现交出来吧，要等这武器过来抽他一发。他往这里插个眼，好老啊！这个线我难受了，这个线。W 点掉的话，怕他上来敲我。刚才这个岩雀，我怕他还在了。那他被手机拿到水干。那他连到你来干，然后他是干，然后他。天哪！你蛋啊，是搞的。嗯，好。然后。嗯。然后到时候再送你啊。我先推进去就直接回家吧。对，我妈妈，防剑加眼泪，中路炸了，不能再搞一把长剑，好伤啊！他多少刀？他26刀，这把对线的话还可以，对线的经济还可以。这波回家的金钱就很尴尬，卡的我不能再出把长剑。这武器挺老的，这把遇到对手了。我这把出装也出错了。真遇到对手了。把剑控在这里吧。
有点汗流浃背，这把对象。 他死了，挺记的，是。这是我这几天打的一个比较累的武器了。 可能是因为我出了长剑出门吧，然后他是多兰盾，他是多兰盾的营，我前面两级换血完全换不了，真的换，然后还被还炸了，还被搞炸了一波，但是慢慢打应该打得回来这波，要等我那个星石吧，等我星石后面会很大，他刚刚交闪了是吧？长剑出门有点装了，这版本多兰剑多兰盾都强。 你出长剑出门就是有点看不起对面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反正不限快这里，多兰系列都强，只能说我有点装。没想到这武器是个高手。 大意，萃取出门更不行，萃取出门都要被暴打，我觉得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走了小路，这边炸了。 开始没有拍到的武器有点可惜。对面这波真炸了，我直接一波捡起来。这把对面上中野都是 AP， 他们这把 AP 阵容多，我出个影魔刀，他们很难受。 对，这波节奏我完全打回来，这武器还有赏金，哇，好，我自己都能杀他。 不过他飞的话也稳一点，毕竟皎月好像也在上。这什么意思？这皎月？ 我去，这么秀吗？亏了！哇，他这波知道卡牌在这里都不怕的，原来是想操作啊！他这波武器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赏金这一波，好奇怪，我也觉得好奇怪。
对啊，我这波肯定是亏了，但是还行吧，我这把只要等到你磨刀，我这把随便开瑞。这波上路线给他放过来。亏肯定是亏了，能接受。他也双招了，皎月在下路，武器都要上来。岩雀不知道在哪里，我要不要稳一波啊？岩雀应该在上路吧？我们小鹿能来吗？打到了，我就在上路。没事没事，我是法。这主要还是小月，还是好像真是小单。还挺厉害的，好像真的是小蛋。没事，只要这把 AD 不起来，我可以发挥。三下武器。我是小小蛋，我去，今天漏了很多亮炮村。哎呦，完了！我去，为什么你早进没走进那个草里面 TP 啊？这么抽象吗？这不场外 TP， 我真的是人都麻掉了。我这波踢下来，他们炸了。我走差一步我就走进去了，没走进去就踢了。还行吧，他们就一个皎月，慢慢来吧。这把能赢，他们 AP 多，慢慢来。这把比上把好打，反正。就看能不能杀一波那皎月的，到时候。以前的先攻杀死了，让给他吧，让给他吧，不想让他这个炸都白交，交死了吧，那我就压根呗。可以接吗？我觉得接吧，要不就接吧，等我一下。别先死人，先死人的就玩不了。脚闪了，小月。小月这波没大，好可惜。
看这角月要不要浪一波吧，他如果看他会不会上头，上头的阴柱的话给他杀了。风雨袋，刀塔，哎呀好难杀啊！ 抓武器吧，抓武器，抓武器！还有人要来，就不要打到底。 他一直在杀人，打得好急啊！可以啊，铁子。 我这把能站起来，慢慢来吧。发财了，反正这边 AP 多，把这边 AD 看死就 OK 大龙要做下誓言，奶妈的话还是不要跟我吧。小龙被抓到了，可惜，这边开龙。 哇，这把好伤啊！ 要看这波小龙，我们打野被对面打懵了，一直在牧龙，没点节奏。 尽力了，我这波真尽力了，我去，能打的伤害我全打了。
就是杀不死这武器，这风女太能保了，不是杀不死这皎月，大龙小龙还是掉了，难啊！哇秀，这龙能守住吗？守住赢了，守住赢了，来吧救他，就操作他。 我去，没拿的武器操作了这一波。大龙不看一下吗？还是他们要拿小龙？我不知道，我两边都看吧。 他们要接小龙，他们要接小龙，他们要接小龙，接不了，接不了，接不了，过不去，过不去，他抢到了，抢到了，还行，过不去，过不去，真过不去。 还行吧，大龙给了。这九位上去毒死我们过不去啊，我跟 C 过不去啊，我跟 C 位过不去。他抢到这个龙，还能再拖一回，那个龙就不要了。全输出吧，多个巨石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个怎么跟他们换人头？可以换他们龙种的。 把 AD 没输出位置，输出不了他，可惜打出了个闪现，来中了，来中了，来中。 哇，好难打！这小鹿一直在带，他没 TP， 他一直带什么啊？不用闪现有点悬，也打得过。上波闪，我上波怂了，他因为他秒不掉我。 这波不开大哇！我的我的，我也没想到那个地方会有个台，两路没了。如果这波能撑住，还有点机会。这边 AD 也起来了，可惜。 没了，对面的这把都挺会玩的，只能说。